要来了，要来了。现在来到台中，然后呢，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粉红色，通通都粉红色，粉红小马。今天来台中，等一下要去上课，威力导演编辑的课程，就是免费的。然后呢，现在是中午时间，我们要去找东西吃。看到一个很漂亮的鹦鹉，它是鹦鹉对不对？两只都是，两只都是，好美哦！你看 ，Hello， 超漂亮的。你在树上飞，它没得。超漂亮的鹦鹉。拍你们的蛇吗？可以摸吗？可以抓起来。可以摸吗？啊，它会咬我吗？不会。这个是一只蛇。然后是有人养的，带来公园晒晒太阳，对，非常美，很美。然后饲主说不能放在身上，因为他还没尿尿，还没上厕所啊，非常美。然后我摸起来呢，感觉他有点冰冰凉凉湿湿的。 OK， 他好像很害怕，他缠得好紧。好，所以我决定要把它放在地下。妹妹要看吗？靠近你，啊，他会害怕，好吧，那我们就还给饲主。谢谢你，不会不会，好特别哦，谢谢。不会不会，它摸起来是有点湿湿冰凉冰凉的。有喷水？有喷水哦。对啊，因为怕它太热。哦，怕它太热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因为太阳蛮大的。好，谢谢。不会，好特别哦。OK， 我们去吃饭。Go go go, let's go. Go. 它的门看起来好漂亮哦。等一下，我看它的外面，超美的耶。还有一只小狗，它是假的。非常漂亮的一家店，然后我们现在要进去里面吃饭。噔噔。哦，里面的店的东西好多哦，魔法露露，还有大的泰迪熊，这边非常非常适合拍照，然后应该会有很多的人会来这，好棒哦，还有超大的泰迪熊哎，看，好朋友，好朋友。我们现在要等位置，要吃饭。Lucky， 因为他说刚好有人预约定位取消。哦，所以我们两个等一下都店超漂亮的，然后看得出来老板非常用心装饰，他就是砖头
它整体的空间设计是砖头跟木造，然后它会放一些很多的饰品，主轴是南瓜，就是魔女，很漂亮的一家店。餐饮的内容还没吃，不晓得，等一下可以分享给大家看看。赶快先选餐。曼哈顿番茄罗勒什锦海鲜烩炖鲜鱼饭。你要吃的是这个吗？有一个南瓜头的，对不对？哦。那我一个纽奥良迷迭香嫩香鲜嫩牛肉丸饭。等一下。蓝莓。然后这个是花生酱。花生要小心烫哦。桌上这边调味组有胡椒油、海盐、沙的可以调味使用，谢谢。蔬菜真的蛮多的，我要喝一口看看。鲜甜。鲜甜。一张打九折的卡，然后呢？因为它是万圣节的活动，万圣节活动，所以特别送我一张。好吧。191735。以后可以吃九折就对了。对。那万圣节活动是什么？不知道啊，没讲。没讲。匆匆忙忙的就走了。好吧。回家。就这样啊。那今天料理里面，你觉得最好吃的是什么？我觉得
最好是不要漏完吧。漏完，耶、yeah, ，得分。然后我觉得整体来讲就是环境非常的干净，然后餐饮的部分也好吃，然后重点是它里面的整个布置很用心，然后服务人员也非常的有礼貌，就是很推。下次如果再来台中，就如果没有特别想吃的话，应该还会再来。而且我们有一张九折的卡，有九折的卡。然后接下来我们的行程是要到那个，那是哪？文心路。文心路，我们要去参加一个威力导演的创作家族什么新品巡回发表会。拜拜。